开。不离开吗？对，其实我们郭靖已经站了这么久了，要先让他休息一下。不过在他离开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个游戏的环节，我们需要郭靖帮我们选出五位现场的观众到台上来完成我们的游戏环节，好不好？好。你们的荧光棒在哪里？赶紧挥舞起来，让他看见。我们现场一共有23排。好，23排。对，每台有21个人。我们要从这个范围里头呢选出五位网友上台跟我们进行游戏环节。但是游戏是什么呢？一会儿等你们上台之后我再公布，好吧？我们先选出好好好，第一位。我先选第3排的第，你刚说横排的有几个？21个。21个。对。第8个。来，赶紧喊出你们的位置号。先第3排的第8位同学。第3排第8位是谁？哦，好的，找到了。来，我们到台上来。好，然后第二位呢？第二一位，好。来，我们从那边上台。大家举起手中的荧光棒，喊出自己的座位号。第9排的第11。第9排第11号，哪位？没有，有人。好的，接下来呢？两位男生咯，看能不能抽到一位女生。哦，好，那如果是第5排的第5位呢？第5排第5位是谁？第5排第5位，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座位上面的座位号。哦，哎，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是，他是。好。他是，他，好。来，我们再抽两位。再来的话，第13排的第3位。第13排第3位是谁？有这个人吗？有吗？有吗？他说第6排是吧？那刚刚那个人有吗？有吗？刚才那位有是吧？我们现在是那个女生吗？好的，好，第6排是不是？好，那我就第6排。来，第六排。第6排的第11。第6排第11号是谁？哇，这真的难选，有人吗？有是吧？来，我们赶紧狂奔上来。所以还有吗？嗯，这不选了。所以我们现在抽出来的6位，怎么会有6位呢？啊，哪位是自己偷跑上来的？那怎么办？而且都是男生哎，男生居多。对，只有一位女生，怎么办？还说6个都玩呢。对啊，有人不想玩了吗？对，男生我们要不要谁让出一个名额给女生？他吗？你吗？好啦，谢谢这位很有度量的男生，我们把这个名额让给女生来玩。好啦，那我们也请郭靖到台下稍作休息，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游戏环节，来，待会见。把掌声送给郭靖。好的，我们也请我们的助理把我们的道具上来。哎，